今天是6月18号，我的 red berry 可以吃了。这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老子发的芽在结的果，新枝的话现在还没开花呢。这些西红柿是我从我家里边院子里边买的那个西红柿，然后修枝的时候把小芽修完了就插在。这儿现在都火长这么大了，我要把它移到地里边来，移到我这个地里边来。它这个根系还挺发达的。10天以前我们来这儿看我的这些，然后口节还特别小一点的，哇！今天10天了，哇，长这么大了，都结了，结了好多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种的油麦菜，油麦菜长得还不错。油麦菜其实跟生菜他们是 family I think， 估计长大是莴笋吧。我种的小白菜又以失败而告终。在英国的时候我就种小白菜，就不行，种了都被虫子咬的全部吃光了，在这儿也不行。空心菜也没籽儿也没有发。苋菜也没有发，这几样菜估计在这边都不行。我都是苋菜、空心菜，我在这边种了很多年都不成功，没办法，还是吃不了。